这应该都是缺铁，缺铁，所以才会缺铁，铁螯合铁叫做氯化剂，就是螯合铁加进去以后，它的叶子会变成水绿色。可以摸哈，泡泡链子可以摸，就红吸管不要去拉就好。哦，发泡链子是用，大家看到这个发泡链子哦，是用水库的铝，用1500度炼成的，所以它千疮百孔。那千疮百孔其实它就是让消化菌住在这些发泡链子里面。有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桶子比较大，我们就用这个是中科的。那如果是小盆子的话，所以有些人小朋友在玩的小，我们就选小颗的，主要是这样。它的目的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固定根茎，第二个是让消化菌可以住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的水哈，这边用完，从我的右手边这边的鱼桶过来，这边用完，透过地下再传到这一边来。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拉起来给你们看，站在这边看。水一直循环，一直用。好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摘一下，这就是田螺乐。田螺乐，可以摘。这就是田螺乐，做意大利青酱真正的。我们班就想九成正统的。好，可以闻看，这就是田螺乐。然后三株才能做成一瓶，我们刚才那个酱。所以这边。那这边的菜都是从种子就开始在这边，从种子开始对，一直变成小苗，然后再移植。先种在外面這裡，对，所以种子就是先种在这里面。对，但是过程是这样子，我以為没错。所以到学校去的话，就是让小朋友们先种，等一下你们也会快速种一下啊。